我头拄啊去疗养院看莹莹，伊的伤是好啊，不过伊的头壳煞歹去啊，伊竟然认不出我是谁。真正哦，那安尼？医生讲，伊的头壳受到撞击，引起暂时失去记忆。啊，不过伊顶届唔知是安怎甲别个人去冲突，去互刣着伤，嘛无讲弄着头壳啊。白银为着要保护草强，去互文金刣着伤。我有交代病医，拢爱保守秘密。无怪心明明知伊为着超强受伤呢，啊，不过我看当时的状况，确实无弄着头啊。那伤势好了后，煞变作安尼。这件代志甲超强敢有啥物关系？医生甲咱讲，伊脑神经无受损。真有可能伫个短期内底就会当恢复，啊，不过嘛有讲，有足侪人有足长的时间拢无法度恢复，迄有讲敢若无讲的，伊才二十几岁呢，伊阁遐尔青春，阁遮尔少年，伊阁会伫个内底关偌久？我阁是一个啥物拢无的妈妈，我阁会当照顾伊偌久？我若是想到这，我就感觉足艰苦的。相公，你什么拢无，你阁有我，我会甲你斗三工啦。我嘛会好好照顾你查某囝，袂予伊吃苦的啦。那疗养院院长啊，讲真实啦，我甲交代一下，叫伊好好照顾莹莹。还是林刚哦，我甲约出来，你当面甲伊讲，看伊要安怎配合，一直甲你处理到，予你满意。你肯定我，甲一定约出来，我当面甲伊拜托，都已经真斗三工啊！多谢你，你真足厉害，你的人脉这么宽，有你甲我斗三工，我真正感觉足安心。我的人脉哦，就是你的人脉啊！你需要斗三工，找我就对啦，敢有需要去求别人？也毋过，我哪有啥物资格，是你教安尼麻烦你。你无资格，阁有啥物人有资格啊？我着讲我要照顾你啊，哎，敢是咧凊彩讲讲的？即摆我知影，你是我的外壳，你讲的话，我拢会相信。因为你才是对我最好的人。大家哦，我若是想你的时阵，你拢足无用的。啊，咱相处的时间拢这么短，我若想到这哦，我足怨叹的。咱若是会当常常做伙，迄毋知有偌好。我会当来安排啊。我找几工时间哦，咱做个度假。外口无人识在咱，咱安尼自由自在，规工做伙啊！你是讲真实哦？嗯。你是唔当把我当作三岁囡仔在骗，让我白白欢喜？我袂骗你啦，你想要去倒位度假，我来安排。我知影欧洲有足侪好耍的所在，啊是讲你介意去啥物所在耍啊？我规工哦。拢是为着要做工课啊，出国吼嘛是为着公务啊，将来无真正好出国耍过，钱赚真济吼，拢无好啊享受过，想起来还是真悲哀啊。你这么辛苦，上届有资格享受的人就是你啊，你哦该放假轻松的，你放心。有我伫咧，我一定予你度过一段真快乐的旅程。来来澳洲，遐真侪名牌店，拢真高级。你若爱啥，我拢买予你。真实的哦。嗯。
总裁，你真正对我足好诶，我上爱你啊！哎呦！哦，啊你哪样样出现呐？害我惊一跳呢！托你，我听秘书讲。你要找总裁啊？是啊，啊秘书就讲伊来吃啊，啊伊是甲你约伫遐讲代志哦。不是，总裁哪有可能来吃啦？我是啊秘书讲，唔只过来找你，到尾你伫遮找宝宝找过人啊？啊伊人咧，上早我敲电话伊拢无爱接。你临时甲一个真重要客户伫会议室开会，我想要互人交叉啦。这个秘书啊。有可能听唔到去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当时想讲哦，迄剪彩活动就准备开始啊，你搁走来遮，哦，我够奇怪呢。是安尼啦，我有穿一束衫哦，要予伊较正式个。嗯，无安尼好啊，我去个办公室等伊哈。哎，夫人。啊，我看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无安尼啦。你先去剪彩会场，较免你甲总裁两个人拢迟到，安尼较死力。啊，替我衫哦，我替我总裁。好啦，安尼嘛好，那你就拜托你啊哈。应该，我送你上车。总裁，慢性病的背景真复杂，你若是继续跟伊勾勾搭，唔是好代志。这是我家己的代志哦，免你来管啦。我若不管，都无人会当提醒你啊！我若甲别人同款，敢若想要讨你的欢喜，啥物都无讲。但我今麦不是安尼啊！我提醒你是为你好，因为我就是你，我袂当目睭金睛看你心存阴晦上心。你是倒一日目睭看到我叫牵你行，难道是你啦？一直要甲我牵咧行，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你家己大主大义，报警去抓板条碗，害我去用连累着，被带去警察局受审，安尼敢是为我好？你根本就挑故意要找我麻烦，我血色白白，无好多感谢着你乌白来，对无？确实是我报警去抓板条碗。因为我袂当予你去帮助一个通缉犯逃走，安尼你会受到牵连，惹着麻烦。讲了真好听，结果呢，惹来更加侪麻烦。迄个时阵啊，万条万若是坐窗啊出去，伊就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国家吼袂留伫台湾，去养生会馆等我，害我受伤住院。你哦，超过伊，把这个温情变成冤仇，你到底是存什么心啊？我唔是讲啊，你莫去招了万新兵、万条管，就别找你的麻烦啊！是你唔听我话，唔才会出代志的。哦，所以今摆想要安怎就安怎，包括伤害超强，拢免甲我讲。你去做了别啊，甲我牵连再来，开会的时阵代替我讲话。把我跟武山集团的关系都打坏去了，甚至去杀坏永主，你都有理由了。后次是不是准备要把我贵总裁位置挂下来，换你来代替？总裁，你想得太远了啦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为了慢性病，不管证书，我也只好替你花丢面啊。顶摆为了省开会，你嘛是靠外交，嘛是因为甲万新民高高甜，结果你的态度变甲遐尼鲁嫩，配合陈文尧无心态。若毋是我坚持要去宗教会馆，你根本就互因牵咧行。你即马只是平淡咧拍江山，敢若想要享受的表现啊？你即马在讲啥啊？你凭啥物讲这话袂啊？去食瓜无讲的你。我才是主人，你只是我的工具，
你无迄个资格哦，对我决定来记记嘟嘟的。你现在是头壳歹去啊！什么人是对的，什么人骗你，你拢分不清楚啊！你若继续安尼落去，反正真正还要把这总裁换掉，才能挽救寰宇集团。果然是不安好心，把你的心内话拢讲出来哦。我直接给你提醒哦，寰宇集团是我一手创立的，以后要安怎处置，那是我来决定的。你一句话都无个资格来讲。要不讲我嘛有必要提醒你一件代志，你若是敢那需要一个结点点的，敢那红啊，外口几间公司的人都会当做你的敢那红。要不过等你办牌时阵，无人会要紧。我你即摆是安怎啊？一直甲我纠缠的，你真正足想要看到我落座就对了啦！啊！马竟然对王永金讲话遐尔啊重，迄王永金嘛是愈来愈超过，愈来愈不杂杂。伊想要爱我的命，爸嘛打算要利用我。好啊，恁两个人上好是够家教，等恁两个人啊，加较坚固，我才来斩高头啊！哎，小哥安尼啊！老师，你大人都走出来，啊雅杰，那不换野狼啊？你敢无出来？我打听消失拢有看，应该有听到才对啊。你别创啥啊？今晚你去救危险呢？我爱你救雅杰啊，伊搁伫内面啦。啥？雅杰还搁伫内底？啊，那恁外囡仔唔多危险啊？没啊，消防车等下就来，你伫车等啊？那火团真紧嘞，卡住亚杰真正搁伫内面，那百米块烟哦，怎个死死昏去啊？我要入去救伊，你给我放开，我要救亚杰啦！没啊，你先别看。我的囡仔我家己救，免你急步。阿兰，你不是小兵嘞？你火箭尔大嘞，我看你要来救人啊！我真不信他气消呀！啊！赵成功直接杀掉姚杰，嘛无需要做阿种程度啊！唔对嘞，万一姚杰若真正被救出来，安尼我们都避无得啦！姚杰！亚杰，亚杰，亚杰，你在哪里？亚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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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里？亚杰，亚杰。雅姐，雅姐惊醒了，雅姐，雅姐，雅姐，你紧清醒，我就要随叫你出去。